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猜猜看，好不好？四大天王不要看，天哪！包括五祖天王、天后、无敌巨星、无毒仙、剑子，他们都不够看。小弟从事演艺界以来，今天访问的咖是最大咖的一次。以前最厉害不过四大天王，开玩笑，今天访问到两位冠世音，九天玄女，连济公也访问，厉害厉害！天哪，人与神的对话。 却能沟通超级东西君，谁是女帝头？告诉你答案。天圣对老少配。这两对差不多，张雪茹几岁？唐文斌41岁。我以为差41岁。天哪，他们相差21岁。他可以当他爸爸了。 年龄不是问题，天生一对跨越年龄的爱情。是谁找吴宗宪寻仇？是因为绯闻，还是因为大人事件？让我念是不告诉你所有的答案。超火热动感拉力之心，推测到历史所女孩尖叫的目标。 尤其是那令人着迷疯狂的必杀武器，那就是电动马达。为了解锁你红包追逐技，今天我们请到电动马达界的女翘楚，她们战斗摇摆力高达15000转哦，简直是超越人体的极限啦！加油！还会打陀螺。现场来宾朋友们下场挑战。 他们可以为艺人讨回面子吗？谁是女瑞奇马力超级东西君？超高转速击法即将摇摆登场。第一道题目，很厉害的，要靠臀部的。大家知道，哎，女生有跳一种舞，屁股摇的是什么？夏威夷舞。夏威夷，来来，好，蓝心湄小姐。 脚要开开的哦，真的吗？我真的有，就那种感觉上。他们为什么要穿草裙？我就是因为这样。我告诉你，这个身材是很重要的。我们李明一小姐是各中翘楚。Amy，Amy，Come on，Come on，baby，Amy，来来，Amy，来来，女人心这样伤害李妈妈，来啦，来啦！你要这样子，李妈妈，你们吼成这样，叫我出去太丢人了。不会，我们审美观念是不太一样。李妈妈加油！ 你们现场多少欧力上，对不对？人家真的不会扭啦，你不要左右啊。我想你比较前后那一种。前后，前后多难看。没有，我一般。<笑>我跟你讲，啊，自从被贵节目呢，是是是，在画面上给我画圈圈之后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两号，今嘛我打几年呢？之前开玩笑，你看摄影机现在 要旋转哦，啊！我要扭快的那种哦。哦，快的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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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
但那明真的，哦，你说穿长裤，明真的屁股算是臀围比较小的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蛮适合的，它比较适合。对吗？连个油伴一起来啊！明真，明真，明真，好啦，来嘛，美女，不要客气，来来来，快点啦，好玩嘛。来来，给我，我们大家给一个画面嘛，好吧？四个人 together forever。那你要在中间呢？不买了，你内力最特别，你要在中间。那你再来来来，三个一起，预备。You want？ 等一下，啊，摇前后还是左右的？啊，也有分，啊。你还能摇前后？不是啊，我要先前后，怎么摇？摇前后很难看。OK。但是左右的。没有的。证明一件事情，将来最少生十二个。厉害厉害！我呢，算命大师，我呢。啊，你那个可能会留留学，可能会留学去玩。哟，留学。凹的蛮硬的哈。好，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哪几位是我们真正的女的 Ricky Martin 呢？哦，厉害了，来，两位请回座了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猜猜看，现在有四位哦，他们这四位。舞蹈都跳得很慢，但是你要来观察他的外形、臀围，还各方面的造型，能不能摇得像 Ricky Martin 一样？要怎么看？这个要判断，好吧？一起来欢迎我们的 Ricky Martin， 请开门。哇哟，哎，每一个身材都相当不错，对不对？来，往前一小步，来来来，哎，二三四，向后看，前，向前看。第一位叫什么大名？林伟倩。林伟倩小姐，身高169，体重83公斤，几岁了？83。啊，53公斤。跳多久？嗯，蛮久的 ，N 年了吧 ？N 年呐，我已经跳很久了，忘了几年。他觉得他自己的身体构造跟一般。老百姓不同。嚯哟，那个这位皇室，你有什么地方不一样？不是啊，我是觉得，就是我跳舞的时候啊，常会跳忘我的时候，下半身就会很不自主的这样摆动。哦哦。只有跳舞吗？吃饭的时候会不会？不至于。听到音乐的时候就会。可能会。哦，有音乐他就摇起来，对不对？摇啊摇啊摇！外婆说你最会摇。那你不能听到国歌咯，马上被抓去关。为什么？民主一神奇敬礼。喂，拜托。听到音乐就想摇啊。没有，后来那个人没有被校长骂，
因为那个人就是校长。想笑，想笑，好好好啊！第二位，第二位，刘美玲小姐，身高170，哇，一个要比一个高啊，55公斤，20岁，什么时候发觉自己有电动马达呢？高中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瑞奇马丁啊，然后就常模仿他。高中的时候有，高中瑞奇马丁已经唱了8年到10年，所以他没有来台湾，最后才红起来。对，他是到前几年才。可是如果你要高中的时候就知道瑞奇马丁的话，有一点露马脚哦。哦，哎，可是我刚刚蛮看好他的，因为只有他的那个内衣肩带是一般老百姓用的，对，其他都是很专业的，其他都是专业的。人家这小绣花也被你看到，好，那么理想目标。希望能够成为大明星啊，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啦，觉得为什么？真的不可能。你怎么这样啊？为什么呢？要努力。我小时候也不感觉说我现在会变那么美又漂亮又红。对的。拍写。王雅慧小姐，身高161，体重52。跳多久的舞了？十几年了。为什么？你是舞者吗？本身对，哦，专科刚毕业，专科毕业的，对，专业的单身哦。那我想请教一下，那你们在学校会因为现在流行什么，然后就教那一堂课吗？现在在学校不会学到这些东西。那学校都学什么？学校都学一些专业科目啊，芭蕾、现代民族、基础一些世界舞蹈。哦，他流行钢管，刚没当哦。钢管流行过，钢管流行过啦。对啊，那现在流行什么？有氧啊，对，有氧韵律。跟热舞、街舞，4号，好，4号叫什么名字？陈志远。陈志远，163公分，几公斤？51。20来岁。嗯。哎，那么觉得自己最骄傲的地方是哪里？就是我那性感又迷人的屁股了。臀部，你这样摇会不会有运动伤害？刚开始练的时候会，后来习惯那韵律就不会了。有没有什么窍门？窍门啊，跟着音乐节奏走。看电视学习哦，厉害！好，访问只能到这边了。注意了，腰部舞蹈我们要给大家来一下柔软的这个考验。好，请准备了。哎，我到底谁是女瑞奇马丁？广告后告诉你，这是一对老少配。哦，这两对差不多。张雪茹。唐文斌41岁，我以为差41岁。天哪，他们相差21岁，他可以当他爸爸啦。年龄不是问题，天生一对跨越年龄的爱情。猜猜看，谁是女瑞奇马丁？柔软的这个考验，好，请准备了。哎，我。而且啊，为什么跳这种舞？扭一扭，后面还往后踢，还踢到头啊！对呀，哎，我们两个拖进来跳，好像两个童星在那里。哦，他很脏，一踢哦，还能脚。再来，再来一次，来一次。脚板踢到自己的头哦，还往后骂谁踢我？看一下，看一下。还要冲头哦！哇哟，厉害厉害！但是大家注意哦，不是说因为踢得好，他就一定是答案了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这个调弄玄虚一下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我马上要给你们看看了。好，到底哪一位有把握的，你就可以拿 double 牌，请选择。开始。哎，陈明真小姐，3号。
三号，三号，三号，三，全部都是三号。哇塞，大家都猜你耶。全部都是三号。啊，为什么？陈明真为什么选三？剔除法嘛。一本来一号跟二号也蛮有可能的，但是后来他们跳到一半的时候，一号跟二号都在瞄瞄别人的动作怎么做下一步。四号本来想选他，但是四号有一些动作很像钢管女郎的动作。钢管哦。所以相形之下还是投三号好。当裸金。因为我是念体育系的嘛，我们学校舞蹈的很少有一号跟二号这样子的身材的。那大部分的话都是像。三号跟四号比较结实，就是好像有举重的现象。我们刚刚有争执过一下，我跟旁边这位张同学选三号跟四号，后来决定还是三号，因为看感觉起来他整体感的感觉，还有刚刚在舞蹈表演的时候，他比较像会跳的比较像。了解了解。Amy 呢 ？Amy 这一组 ，Why？ 这个卫冕者他选的。哦。因为他眼睛很漂亮，喂，我挺压力的。眼睛很漂亮啊，因为他有自信。是来参加什么？很有自信，了解了解。好好好，大家唱觉得上。好，那到底是不是三号呢？来，我们麦克风交出来，请缴械。那怎样？怎样？预备，好，马上来公布了。他们四个人一起摇，到最后摇到最后就知道到底哪一位是我们真正的答案了。预备，备 ，Let's go。绚烂迷幻的 pop， 热身活动如何成为闪亮一颗星？哇哦，我也想要有一颗电动马达，因为我要成为 pop 女王。哦吼吼，高音呐，这是不可能的代际，除非你有超强的柔软度。要如何做柔软度的训练呢？平常多拉拉筋或者学学瑜伽术都是基础的开端，而柔软度最忌躁进，所以要很有耐心，以免身体受到伤害。孩子的身体很珍贵的呢。对呀，伤到了难道你要娶我啊？二爷，娶你不如嫁给我。除了练就马达身功外，你还可以额外得到一小蛮腰，二活动动感的 body 之外，还可以让你的另一半很幸福哦。姐姐们们站起来，就让我们一起携手共进，共创美好的未来。有没有人可以挑战的？现在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，小胖，不要冲动吧。啊，不会吧？你真的吗？来来来来，掌声给他鼓励一下。哎呦，开玩笑的，当场给他难看的，金金摇曳啊，让你们看一下抖起来多难看。哎啊，不是，都好，后面啊，哦，背后，一边 music， 好的，谢谢。那么，我也是蛮后悔找你出来，不错，人家有这勇气，多好。抱歉哦，我发现其实我有练过这个，但是我发现女孩子比较容易动到上半身，男孩子下半身会比较灵活一点。啊。因为构造的关系啦，不是构造，对啊，下半身是这样子吗？对呀，这样子的关系，女孩子没有办法，就是上面这个最主要是男女之间最大的差异啦，真的是这样，比上有余，比下不足。可也有不会的男生啊，真的吗？林志颖，他不会才怪了，他舞跳的多好，对不对？来。来，孙茄子也一起来好了，快点啊，茄子啊，若君啊，对，你看，对，我蛮想看男生摇，这个臭男人就是在，奥斯卡，我们怎么到下面去看呢？不，就那里，你啊，你就是男生之一啊，不是，因为我怕这男扮女装的妈妈，我怕这李妈妈一个冲动出来摸人家一把，告你性骚扰，你到底要怎？若君的臀围比较大啊，真的啊，马达这个马达应该比较好，吸气数比较大，但是你有 turbo， 好吧，当然。你们三个可以组成一个团体叫欧少年哦。傲笑脸。傲笑脸。
哎呦，对不起。好好好，宪哥，我们会不会跟那个？可以，来来来，当然当然，三号一起，他是你们的 leader。来来，你跟他站中央位置这一点，中线你一起来啦。三个只能站到后面，不要拿我们。可以要求加速 ，Go！ 要学他，要学他哦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哇，还有触电的，触电的。跟不上，跟不上，我要好厉害啊！他那个感觉好像 lottery 的引擎，有没有旋转？啪啪啪啪啪啪啪！好丑哦，超丑！那么摇的最难看的就是现在还在摇那个，好丑啊！好好唱歌了，不要再跳了。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林俊昌甩尾，还会甩尾？对，你有跳的还不错，你有看到尾巴露出来吗？有甩尾吗？好难弄啊，这个。我觉得我们发现我们还是适合去走走，不适合来跳。像话吗？出去走走啊！掌声给他们鼓励一下。好，恭喜每位都获得5000块钱的一个奖金啦，5000分，好吧？但是呢，这个要等到全部答对，这个奖金才是你们的。再次谢谢他们四位，谢谢，掌声鼓励。好，马上进入我们下一道题目，大家看谁是碗面师傅。这道题目就厉害了，它算是一个传统的文化，碗面有没有听过？老板来两碗，哦、是来两碗那个碗面，不是这个超商里面卖那个碗面哦。不是板面。板面，你讲就对了，有没有？我阿妈以前也是。阿妈会板面啊？有啊，我看她都去给邻居。为什么要碗面？拔毛啊。哦，是拔毛，不是把那个皮拉紧啊？不是啦，拔那脸上的毛。但他那个技巧就在于那个绳子两条交错的地方，就把毛就这样拉起来，唰唰唰，嚯，拎嘴唰给毛，唰个哎哎叫，哎呦呀，哎呦呀！所以他们都要先打一层白白的阿妈拌面料，等下弄烧香。一直叽叽叫。我们来看看到底哪一位是我们碗面师傅呢？来，请开门。我落差很大，落差两男两女，这而且有年轻的，有很比较老的，有我第一次看到碗面师傅有男的哎。有，我第一次看到，所以这个答案就很厉害了。第一位小女孩，这位同学，你叫于景恒，是，你好，归回啊，归回啊，64，一二三，嘿嘿，哇，皮肤很好，好可爱，你这个有斑兵吗？一只猫都无，人客，无你无看卖，真的吗？就幼咪咪。哎呦啊，生这个假型的双响炮的女主角。一号徐景环，64岁，入行近20年，平均每天摆摊8个小时，自己也以碗面来保养皮肤。你看得出来他已经60多岁了吗？2号，好，这是1号了，再来2号，叫什么名字？资正浩，几岁了？18。18岁，18，小蛤蟆，一起来看庐山真面目。嘿，喂，哎，错了，卡枪了，卡枪。我，哎呦，这个有为的年轻人才18岁，说他是碗面师傅，阿你别信啊，不信啊。2号施胜浩，18岁。碗面的对象竟然从学生生到60岁的老阿妈都有，你们这是个年轻的小伙子，真的是阳明国际的碗面师傅吗？再来什么3号，叫什么大名？张华娟。华娟几岁了？27呀。对，好。好，27岁，看庐山真面目。嘿。哇。嘿。啊，门牙蛀牙。不是蛀牙还是怎么样？那是蛀牙的、啊。是蛀牙、啊。他因为常用这一颗门牙。哦，他们要咬线哦，咬着才能扳平哦，对不对？3号张华娟，今年27岁，因为学美容而接触到碗面的工作。你认为用传统的碗面保养皮肤，一点也不比昂贵的保养差吗？
再来什么四号叫什么大名？刘玉轩。刘玉轩是男生哦，28岁了。28，你看。哇，那眼睫毛。好闪的，我们来看庐山真面目，我那个眼睛长这样。哇！那么妆是自己化的吗？啊？以后把这种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。他又瘦，眼睛又大，你看二号。那眉毛好粗哦。又胖，眼睛好浓哦。蜡笔小新，而且口红真的太红了。四号刘玉轩，今年28岁，只是因为学美容而入行。外面的工作，他强调不只可以玩脸，其他的部位如手、如脚、腋下也是客人常玩的地方哦。不如来示范一下好了。气化嘛。大概好，来化嘛。好，来来来来，请挪到中央位置来。好，来第一位，请准备，我把伞。好，今嘛要扮迄个，这叫什么呀？额头摸。额头，俺们吐他头前。天生一对老少配。哦，这两对差不多。张雪茹几岁？唐文斌41岁。我以为差41岁。天哪，他们相差21岁，他都可以当他爸爸喽。年龄不是问题，天生一对，跨越年纪的爱情。四大天王不够看，天哪！访问过无数天王星后及国际影星的吴宗宪，竟然觉得他们都不够看。小弟从事演艺界以来，今天访问的咖是最大咖的一次。以前最厉害不过四大天王，开玩笑。今天访问到两位冠军，九天玄女，连济公也访问，厉害厉害。天哪，人与神的对话，天人沟通，超级东西君，谁是女街头？待会儿告诉你答案。谁是碗面师傅？不如来示范一下好了。气化吗？大概好，来化吗？来来来来，请挪到中央位置。今嘛要扮迄个，这叫什么呀？额头摸。额头，俺们吐他头前。那个粉是什么粉啊？怎样？会不会痛？粉痛混。一般是用。会不会痛？太白粉，如果你要吃浓一点，会不会痛啊？你可以多摆一点。不会啊，会哦。番薯粉也。爱公会疼呢，这种一定会很痛啊。疼个哀哀叫。超级痛哦。二号，请准备。好，几人扮一死啊？二号，你准备扮什么？扮哪里？脸颊好，哦，哎呦，哦，嗨哟，嗨哟，手很巧，哎，哦，施胜好，哎，这个18岁哦，是这位来宾一脸被涂成这个惨状，就哭了呢。额头比较痛还是脸？脸比较痛。好，掌声鼓励。好，三号，请准备。乖哈，牙一咬就过。好，你要拔什么毛？哪一边？鼻毛啊，鼻毛，鼻毛也能挽，挽鼻毛，不是鼻子的毛，不是鼻子里面的毛了。怎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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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这里比较痛吧？还是不痛？很舒服，很舒服啊。这位同学已经痛到要骂三字经了，还只能面带笑容。好好，四号请准备。为了高沙的，他鼻子都红了。巴哪里？国沙的，他鼻子都红了。四哑巴，不要哭，同学，这个眼睛一闭就过了啊。对对对。他说这一种棉线比较容易断，不然你要怎样？咦？嗯？看起来很简单呢，行。怎样怎样怎样？哪里最痛？脸最痛。脸最痛。好好好，有没有哪一位觉得有疑问想对哪一位发问的？来来，同学，谢谢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哪一位觉得有疑问的？我可以问那个。好，来，请到前面来。啊？到前面来。我发问啊。对，没错，来这里问。发问还是前面？过来，请到前面。
过来，玉芳，趁现在拔一拔啦，快点。这拔哪里？脚啦，脚啦。顺便拔一拔，顺便拔一拔。脚毛，脚毛。请坐。我可以问他们要去哪里买这个碰混吗？你要问几号？啊，问四号。四号，来过来。好恐怖。拔手，手了，哎，手也好。手毛可以吗？请问一下，这要去？可以是啊，来手毛，来来。啊，今天哪会这么优秀啊？为着高三顿，高三顿，为着我这嘴灵酸酸。好的，好好好，请保持。会不会痛？会不会痛？会不会痛？什么感觉？说一下，玉芳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像没有鼻贴贴鼻子，然后拔起来的一个感觉。对，那个那个毛的那个面毛细孔都被拔起来，表示很痛啊，有一点痛。我跟你们暗示一下，这个丸面师他本身还是名扬国际的哦，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哦。我的问题还没有问呢，我被拔了。你要问什么？我要问那个碰混要去哪里买什么东西？杂货店，杂货店，杂货店。现在哪有杂货店？有杂货店，就是那个碰混。地瓜粉啊，有结一块的，你就拿回去吃。不是，等一下，真实的那个人就有吗？有吗？这个好像是古代一点的才有在卖啊。没有，我们就问当事人就好啦。所以到底谁才是班面的大师傅？好，请选择。明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玩。碗面的这个鼻子局部应该是最难的，它部分比较小。那它碗完之后，它的这个形状刚好很整齐，一个三角形。林志颖，三号，听说要加倍了。不能加吗？不行，才5000分。好，怎么样？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手势啊，动作很迅速，然后没有失误。好，骆君全四号为什么？我本来要选2号，因为也是一样，在包装杂志上好像看过他。可是呢，因为18岁，因为介绍他的时候好像不是18岁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说刚刚讲到阳明国际的时候，他四号偷笑了一下，我赶快就选了四号了。哦，所以你选四号。我为什么不选四号？因为我的皮破了。啊？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的皮破了？对。嚯！破皮。这么厉害、啊？哇塞，力道不够。对对对。没有，有可能啊。Amy 是2号，为什么？觉得学这样子手艺的，就是虽然他年纪很轻。可是他有一种那种气质，其实蛮传统，其实有一点点感觉蛮像的。一号没人选啊，2号、3号、4号都有人选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哪一位是我们碗面师傅呢？现场倒数计时 ，Final Countdown 5 seconds。碗面的大师傅，请开门。1, 2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台中大甲镇蓝宫的妈祖庙。我们想问问妈祖股市何时破万点，但是妈祖拒绝我们的访问。既然妈祖拒绝我们的访问，那我们来问问这里的阿嬷，这边什么比较有名？你们好，不要好奇，像人家讲个班名呢。蔡水敲门一下哈，这里上姑娘是啥物啊？我大概上这面挂面来了。啊，就是江江大家，莫在那个帅哥来这碗面啦。是啊，我活了25年，我只看女人碗面，从来没有看过男人也会做这个啦。听附近县民阿雀宇说，这个小男生从13岁帮他碗面就碗到现在啊。现在你我在这，我听说以前我在碗面里面。其实时下的年轻少女们，你们用力了每天复杂的涂涂抹抹，不妨来试试最古老的护肤方式。尤其在今年大走复古风的同时，试试看传统的碗面，也可以让你从头到尾美丽而不失流行哦。快点快点，谁有疫苗来被拔一下？东西欢迎王杰代言人孙鞋子先生。为什么呢？好，我们一起来听听周华健怎么说。朋友一生一起，真的要拔一毛啊？拔一毛，拔一根就好，有什么关系？意思意思，一两根。男人的一毛是很宝贝的，留住，其他通通拔掉。对，我也了解。好，请开始。工具，工，好夸张啊！拔一点点就好，好不好？因为拔一毛很痛。他讲工具，我吓一跳。锯子。真的要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。钳子。孙燕姿怕痒。手术刀。那如果拔很久，手不是很酸？对啊。哎，转过来一点，我们也要看啊。不是啊。修改，修改，往太贵了。上面，上面。好，这样，这样，好好。睡哦，睡哦。睡，安利啊。
哎呦，你个看完哦，你看，哎，笑人嘞，你们你撑着点好不好？是男人呢，不要那么快，痛哎！我抓着他，这个画面真难看。哎，你要用手，这个画面真难看，不要用手啦。喂，你要干嘛？好，好，我一家丑陋。哦，好恐怖哦！你现在知道“拎最差给摸这个位啊？对啊，怎样？怎样？但是我对女生很温柔。有没有兴趣的可以来试一下？不是，我发现拔一毛好像比较兴奋哎。对，有拔起来。拔一毛这么快啊？先生，你在嗨什么？哎，你在嗨什么？拔一毛就拔一毛，不要来的就好。那我看到毛就会那个啊。我看到毛就会拔掉啦。那毛长太多不好是吧？就是脸会比较。嗯，如果像宪哥如果赏脸的话，也可以现场表演。拔一下，拔一下，要不要看？要不要看？拔！等一下，腿毛。腿毛，宪哥腿毛最长了。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有一个问题。不要拿拔一毛的那一条来拔我，好不好？你当我是换线，告诉你我是会员制的，你搞清楚啊！不好意思，换线，整捆拿来都没关系。整捆拿来，你想干嘛？请坐。哎，我讲究一根，坐，须拔光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唱王杰给我听，我就让他拔，好不好？预备，王杰，预备。是否我？王杰哪里是会不会模仿啊？王杰啊！朋友一生一起走。中线到底能不能通过考验拔完腿毛呢？天生一对老少配。哦，这两对差不多。张雪茹几岁？唐文斌41岁。我以为差41岁。天哪，他们相差21岁，他都可以当他爸爸啦。年龄不是问题，天生一对跨越年纪的爱情。谁是碗面师傅？爸爸爸爸爸！等一下，腿毛。腿毛，现在腿毛最长了，腿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现在有一个问题。不要拿拔一毛的那一条来拔我，好不好？你当我是换线，告诉你我是会员制的，你搞清楚啊！不好意思，换线，整捆拿来都没关系。整捆拿来，你想干嘛？请坐。哎，我讲究一根，坐，须拔光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唱王杰给我听，我就让他拔，好不好？预备，王杰，预备。是否我？王杰哪里是会不会模仿啊？王杰啊！朋友一生一起走。那上面一大坨，你们还说没照到？真的没照到吗？等一下，我宪哥，就是你刚才同学，你太快了，只留一根局部吧。因为你的那个歌迷，他每天都来看你，来给啊，不要啊，你中线的毛，收集我的海报，但是不要我的腿毛，像话吗？好，弯摸派，刚刚真的没照到啊。哦，那你看，再一次，一瞬间的。等一下，没事干嘛要玩毛毯呢？我弯弯看，不要！他！到底有没有拔到？好，掌声欢迎！在哪里？这一条真的不见哎！这一区就真的没有吗？这一条，我的小毛，小毛，
小毛好可怜哦，才几岁。不用出毛膏也很厉害哎。哎，掌声鼓励。他是连根拔起的，对。连根拔起，那还会不会再长啊？还是会长，只是说长的速度会比较慢。我要学的增效一样。哎，哇，这个真的是专业的。来，掌声再给他鼓励一下，厉害了。哦，我们现在分数已经慢慢拉开了，马上看看我们下一道题目。来，请看。天生一对老少配。哦，厉害了！再来这道题目，几乎就是我们的决战一题了，是我们天生一对，什么样的内容？老少配，一束梨花压海棠。人家这老少配，感觉起来老牛吃嫩草，但是有时候呢，两个人年纪差的大。还蛮幸福的哦，三组人马，大家一起来猜猜看，老少配，请开门。搞的第一对，徐先生，徐阶进，是的，徐进良先生啊，徐阶进，那夫人叫做许丽君，许丽君啊，先生是。你几岁？你几岁？四十岁。四十岁，那女生几岁？几岁？二十一。差十九岁啊！十九岁。哦，他们这一对情侣差十九岁哦，看看庐山真面目，有没有夫妻脸？有没有情侣脸？一、二、三。哇！哎，你好。嗯，哎，啊。你们在哪里认识的？啊？在哪里 ？Pub 啊，为什么会在 Pub？ 他去逛 Pub 吗？哎，就是我在和我朋友聊天的时候啊，他就从后面走过来啊，就是有后面的苏联，他就拿了一杯酒，然后说要跟我做朋友，拿一杯酒说要跟你做朋友，从而且从后面来哦，从后面的爱做朋友啊。那两个人年纪差那么多，男生会不会困扰啊？你差人二十岁，对不对？有啊。对啊，每次出去的时候，朋友都讲说：“爸爸，我揣又气，我过不去哦。”哦，人家说又气过不去这样，那你会不会困扰？你的朋友说：“哇，带出去，哎，你男朋友好像你爸爸，会不会？”我觉得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非常爱他，我觉得他的眼神就觉得好像小孩子好可爱哦，给我很大安全感。他会不会担心将来两个人在一起？你看，你三十岁的时候，三十五岁的时候，他已经五十五岁了嘞。我觉得，年龄不是问题啦。第二组。哦，第二一组，年龄叫什么大名？南方。帅哥。何国红。啊？何国红。何小姐叫做什么名字？林小琪。小琪跟国红，国红几岁了？今年四十三。四十几多啊？那我们这个小琪几岁？二十一岁。差二十二岁啊！哇，厉害！可以生一个小孩了呢。二十二岁啊！那么谢谢插画小天王。看一下，都不行。难关尬的快奏嘛，一、二、三。男生真的看不出来差二十二岁，男生是蛮年轻的，他有点他像那个华航的机长那一种。对，哦，来，那这个两位怎么认识的？他是我的学生。他是你的学生呐、啊？教什么会教到那个地方去啊？补习班呐、啊？补什么习啊？补什么？补什么？室内设计。啊，室内设计补习班哦。哦啊，结果就把他设计过来了。而且在室内哦，室内设计哦。年龄相差这么大，走在路上啊，有没有什么困扰？有没有？有啊，像我喜欢的兴趣他都不喜欢，我喜欢唱歌跳舞，他也都不喜欢。没有，这可以学的啦，没关系。哎，真夸我，拜托，唱歌跳舞。上一次我们去游乐场玩那什么大怒神。还有海盗船，他不敢玩。大怒神就是那个啦。哦，知道了啊。还有拍照，心中我们应该会玩。哦，真的啊、哦。不过他有在配合你，你有没有配合他学着他喜欢的？有。对，有来刚进来，我看他还在吃棒棒糖。好恶，哪那么夸张啊？拜托，好。这第二组资料。好，第三组。第三组叫什么大名？男士大名。
唐文斌，唐文斌先生，哦，张雪茹，嚯、哦，这两对差多，张雪茹几岁？二十，唐文斌61岁，啊，68公斤，41。你是青梅哟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41岁，我以为差41岁。我们看庐山真面目，1、2、3。哇，哎，哎呦，夫妻脸，有有上有下有下，哎呦，那你们又在哪里认识的呢？两位哪里认识的？怎么认识的？我是他阿姨的朋友，我自己在开公司。他阿姨的朋友，然后。为什么会见到他？在哪里见到他的？他去我家。结果呢？他去，因为他是去找阿姨，然后我阿姨来跟我说，他想要跟我认识。结果？对，他说他喜欢我。哦、就看到你，然后开把就对了啦。那你为什么不追他阿姨？你不、欸，这个问题，你看过他阿姨，你就知道。这什么本什么态度？搞不好阿姨有吗？马上从后面拿两把菜刀冲过来啊！后来你有没有考虑，就是他追你，年纪差那么多，怎么追我啊？没有啊，他就找我去吃饭嘛。那你有没有考验他？刚开始会，很讨厌他。考验，讨厌还是讨厌？讨厌。那一方面考验他，我小姐，我请你吃饭。吃饭咋没问题，福利提升一分。坐着，好。来做一个提示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怎么样提示？就是深情款款的对话，加上超猛亲热。哎呦，超猛亲热。来，一号，请第一组请就位。一边去。阿静，虽然你的年纪比我大，但是这都不是问题。最重要的是你的真心，你的付出，很多都是很多人不能给我的。因为如果再让我重新选择一次的话，我还是选择你，直到50年，永远都不变。我爱你，小军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但我不晓得我还不能吗？活50年，卖个够啊！金瑞，金瑞，树嘞树嘞树，永远爱你，我永远爱你。西施手，西施手来啊！哦 ，Lonely river fall to the sea, to the sea, to the ends of the sea。深情款款，哎，他的投入度已经差不多100%了，嚯，跪下来，好恐怖哦！如果不是这一对啊，不知道羡慕死多少。你看，对呀，摄影师每个人都这样，嚯，那都高了，哦，大家都好羡慕哦，好想来哦。第二组啊，哎呦呦哦哦，是有是有是有，嚯嚯嚯，哦，没有在。你是我的良师，也是我的益友，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。那也许朋友会觉得我们两个不适合在一起，但我相信我的眼睛，我不会看错人的。那最后一句，老师，真的谢谢你。从你第一次在上课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印象很深刻。然后经过我们教完这么多年这段时间，我相信我会给你幸福。我希望你能嫁给我，我会一直照顾你，直到永远，永远。你全来，那嗯呀，大天王不够看，天哪！访问过50天王天王及国际巨星的吴宗宪，竟然觉得他们都不够看。小弟从事演艺界以来，今天访问的咖是最大咖的一次。以前最厉害不过4大天王，开玩笑。今天访问到2位观世音，9天玄女，连济公也访问，厉害厉害！天哪，人与神的对话，天人沟通，超级东西君，谁是女帝头？请答案。
新闻后继续收看超级东西圈 Part Two。超级东西圈 Part Two 来喽！天生一对老少配。从你第一次在上课我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印象很深刻。然后经过我们教完这么多年这段时间，我相信我会给你幸福。我希望你能嫁给我，我会一直照顾你，直到永远，永远。怎样？哇！你若不是会叫我拍死，你知不知道？哇，超恐怖！哇，哇，他在舔嘴唇，还有一个角度，叼了去，让他感觉。而且，怕过会愈来愈大来，唔知为啥。卖安尼讲，因为伊爽嘛。三号请准备，预备，向右看，七。我虽然年纪很小，可是我虽然很喜欢玩，那我没有顾到你自己，那我觉得也蛮自私的。那我希望你不要想那么多，那你能够在我身边是一种安慰。那你有一个体贴的心，那我知道，我很明白，那我会永远爱你。虽然你很顽皮，但是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子过，但是我希望我能给你幸福的生活。哇哟！啊哟哟哟哟哟！哎哎！对！哇哟！哇哇！哦哦哦！掌声鼓励！好恐怖哎，这一组一看就知道三个男生都没有领钱的啦。开玩笑，来啊！报名费缴2万，还要抽签。啊，轮班现在最糟糕了，排到4月多才能够，明年4月哦。我们摄影师都说他要排队了。对，已经从良了。哎呀，好了，没有什么提示了。没有提示了。所以你觉得呢？谁是这天生一对的老少配呢？你认为呢？请选择。开始。同僚林志颖，你已经被他们害那么惨了，你还相信他们吗？因为他们亲得很火热啊，真的情侣才，真的每一组都真的来啊。可是他们亲最久，那种感觉最深，因为那个男方前脚最多。看也知道那个男生有透过特殊管道才进来。玉芳的答案是3号。就我是一个演员的立场来看啊，1号的接吻技巧是有偷水的嫌疑。他故意的，其实只有借角度。然后2号跟3号，其实3号闻的比较自然一点。到底是哪两位是我们的老少配天生一对呢？现场倒数计时，他们要来一个最深情的热吻。天生一对。真正的天生一对，请揭晓。请揭晓！还在卖关子啊！2号，喂，掌声鼓励！真正答案是我们的2号啊，第二组啊。是吗？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答案是我们的2号。2号啊，两位交往多久了？两位交往多久？认识应该是3年了，交往真的是1年多。那这算很久了，可以结婚了啦，好不好？恭喜啊，恭喜啊，恭喜！要不然再拖就是高龄产妇了。你阿姨知道这件事吗？什么？你阿姨？知道你要来上这个节目吗？吸得下去，我是越来越不了解这些老人家。你讲人家，啊你们演戏还不是一样 ？Amy 有，啊行路你也行个跋跋抖音啊，你敢惊死啊？太无啦！我落班会最好去底下，我想要个灵异事件。哎，小波，1号有凶手。
太高兴哦，爽到能够绊到自己的脚啊！哎，那么厉害哇 ！Amy 有没有 ？Amy 才亲过呢。有，你我算不算一对恋人嘛？我跟你讲哦，我拍那个班长戏有没有？那女主角翁虹啊，怎么一大堆的？结果吻戏，班长片我演班长啊。你不是自己导演吗？你没有弄？没有，那个导演是朱延平，然后吻戏我跟谁呢？许孝顺。有碰到吗？啊，有碰到吗？当然有啊，他直接杵过来一转过来，啪！哦，吐了差不多四五天。难怪你那么瘦。不止吐，我还拉 ATOCWC 上吐下泻，哎，吐气兼落塞，叫恐怖。可是你自己导的那一部，你没有安排吗？没有，那自己怎么敢这样做？是哦，真的都安排给康康了，让他吻许杰夫。马上看看我们下一道题目，谁是女鸡头？好的，这道题目非常简单，但是呢，这是一般在民间的这个庙宇里面才看得到的。谁是女鸡头呢？开门！哎呦，闹破脸！好，那么一零九。对啊，是109妹嘛？对呀、啊，怎么确定是女鸡头吗？搞错了吧？啊、网络新闻女主播吧？人家上电视主要以为是造型。女鸡头，我看她童子鸡嘞。一号，黄玉如小姐，身高多少？160。啊？160。体重？58。几岁？47。5847。好的，一起来看罗山锦屏幕，一二三。哦，要去陪拜做这种装扮啊，腰动勾。哦，阿里做109，阿里做瓦库啊。差不多快21年了。21年了。21年的。哦，哎，他这个做这一行啊，他生活有起了很大的改变哦。有。当我还没做鸡桶的时候，我先生啊。他都很喜欢在外面吃喝嫖赌，拈花惹草。哎，对。然后我的工作方面哦，也不顺利，不是很顺利就对了。还有我的小孩啊，功课方面都不是很好。哦，领导足凄惨的，有好的所在哦，无一行啊好的。就是这样啊，但是当我当了机长的时候，当机，对，安诺，在我先生啊，我先生就慢慢的就改变了，他的生活起居啊，我不敢再找女人了，嘿，因为你手里常拿刀嘛。天啊，金家一个家，好，那你的主神朱贤是啥物？为啷个是三太子？我九天玄女。九天玄女啊，五驾。啥物是九天玄女呢？九天玄女啊。哦，九天玄女啊。一号黄玉如入行21年了，主神是九天玄女，做鸡桶后竟然让她的不幸的遭遇大大的改变，你觉得她是真的吗？二号来自我介绍一下，您的大名是许香梅。香梅158公分，51公斤，几岁了？53。53岁，我们来看庐山真面目。真面目，还长得很漂亮哦。一二三。拿下来就拿下来，还会这样？没有，不是，他在念，他礼佛了。没有，他在念东西。哦，你念啥？我讲问候。我问好，怎么啦？啊，你拢讲处理啥物代志？见仁见智，拢总有跋筊无呢？跋筊无，村内拢总有。不能让人家问名牌的对吧？这几个出几号啊？你无咧问的。好，名侦有问题想发问，告诉我们。这个二号有先生吗？有啊。那先生有没有跟你同修？他做他的，我那是这做这是个人呢。个人的哦，没有关联。凡是个人工作室。那你的主神？还会元气。当地闹的个人工作室化点故事。他是九天玄女。有。那你是？我有工作室，我的工作室是在板桥关正街45巷二弄。哎呦，他请教工作室哦。好，那你的主神是什么呢？观世音菩萨。二号许香梅，40岁入行，到现在已经13年了。唯一的坚持是不处理赌博的事件，和他的主神观世音是不是有相似的地方呢？三号你好。三号这位叫什么大名？唐怡然，33岁。这个算年轻的，我们一起来看庐山真面目，一二三。
这就像辣妹了，根本不太像鸡头。唐小姐，啊、你是文架的还是武架的？我是文架，也是文架，不动刀枪的。不动刀枪，那你那不叫刀枪，就是那叫五宝。对不起，五宝，哎，那不叫刀枪。三号唐怡兰，33岁，入行只有一年，起机时是不拿刀剑的，因为他的主神是观世音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四号吴英玉同学。160公分，52公斤，几岁了？52岁。52岁，我们看卢尚正面目。一二三，超级动物君开放观众拿奖金，教你自认聪明绝顶，就有机会来现场拿50000元奖金。报名专线02754751，27547511。谁是女街头？52岁，我们看卢尚正面目。一二三。你好，即世人，大家好，即世人今仔穿上辣，往前一小步。哎，你这个注意哦，啊，你是什么系？哎呦，啊，你是什么系？你是文的还是武的？我是文的，济公贤书。济公哎，查某的哪有迄个济公哎？有啊，伊就看我足幽默，佮足爱耍的，所以佮伊同款。哦，哎，啊，你细汉就讲一顿食十外，佮讲话都袂来顶。哎呦，哎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口条很好。玉芳，你干嘛？济公师傅，圣诞是圣诞节是12月25号，好吧？又要问圣诞节？济公先师傅的生日，其实很多人呢、啊、都对着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产生怀疑，会觉得他们是不是在敛财、啊？敛财是不是神棍？敢是不是这样？是这款？你是不是敢骗钱？你对这个看法？我跟你讲哈，咱做人有一个原则，不管人安怎讲，你家己有人有原则，因为哈，坏草无摕，啊，直草无粮。当时是因为一场的大病险啊死，人家讲安尼差不多毕业啊，安尼咱唔免阁欠这世间的债。但是无形当中是济公禅师甲观音来托梦，伊讲我吼要借我的体来帮助世人。是是。除了你有求必应的破病、学业、事业、刷到医美，我拢有你发。哎呦。小妹哦，本名叫做吴应玉，我住伫圆环南京西路。是啦，谢谢。哈。哎，婆啊，甲吹起来，婆啊，吹起来。哦，没错。啊，今仔日吼，因为就是惊人看，无惊好耍，啊，所以我变做个遮尼乌。没，安尼好。出门都希望人叫阿哥，因为我本来就姓郭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济公上。我怀疑你是媒人婆啊。那会不会是天桥底下说书的？我嘛希望公众来把吴宗宪哥做一下。是是是。四号吴英玉，52岁，入行已经是12年了。主神是济公，和他活泼随和、爱说笑的个性，是不是很接近呢？四位的大概的资料大家都知道了，现在第一个提示，模拟一下，模拟附身体，神明附身会是怎么样？你看它是真的假的？但因为有附身过的，他这驾轻就熟嘛，用演的应该哩哩啦啦，有没有？假的就是很明显哦。第一号，请准备。哇哦，哎，谁？哎，莲花池。这个厉害了，其他有没有相关问题？我想要再问一下。鞋子，你想问谁？什么问题？我可不可以四个都只有一个问题？一个问题。就想问说，神明在上你们身的时候，他是有预警的，还是说来就来？好，是说来就来以后。我咬到舌头，说来就来。哎，拜托，这不是卡拉 OK 哈。喂喂喂啊！七桌来宾点唱，他都有预警，对对对对。预警怎么样？对对，就是先预告啊。先有说我要来了，我要来前兆，对对对，嗯。对对对对、啊、真的吗？都我演得像不像？很像哎，不是说他要来的，你的主神一定是猪八戒。哎，二号有没有预警？有，头会痛，头会痛，像像断那样。三号，我是一直打哈欠，好，会一直打，对，一直哈欠打不停，然后眼泪流不停的，所以这个就是预警啊。嗯，四号阿丽嘞。我是想喝酒，打瞌睡。
哦，很喜欢的，想出去玩。济公啊，哎，你的主神是什么？忘记了，对不起。观世音。观世音，观世音，济公，九天玄女，嚯！小弟从事演艺界以来，今天访问的咖是最大咖的一次。以前最厉害不过四大天王，开玩笑。今天访问到两位观世音、九天玄女，连济公也访问了，厉害厉害！真是又上了这个演艺事业另外一个阶层。好，来来来，那我们现在女祭统是谁？选择。哦吼！哎呦！陈明真小姐，四号加倍，她还加倍啊！哦，加倍节。其实我拍戏也看了蛮多这种，真的看到她上身。那像四号，因为她是济公，济公本来就是喝酒嘛，而且她讲话的那个模式跟 tempo 就跟上身时候的很像，所以我就赌她了。哎，好，玉芳。所以我一定要讲讲话。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有看过观世音菩萨来杠低的。对，张若昀的答案是三号。刚那个感觉四号有见过，我觉得他是唱歌仔戏的，哦，所以说我就选三号了，因为我觉得三号的那个他比较会知道一些东西。好，鞋子三号为什么？其实我很犹豫三跟四啊，因为四号他说那个他是济公，可是我小时候看我伯父真的是济公上身，就在我旁边。你伯父？他的的确确就是一直猛打哈欠，然后我们一般闻檀香，一般的人会很难呼吸，可是他闻得很舒服，很舒服，一直闻一直闻。就是一直打哈欠。这真的，他檀香在前面烧油，我闻会难过，他的。拿起来上闻，这个，然后喝酒，一直喝，一直喝，一直一边问事，一边拿个这个葫芦喝酒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好，到底是二号、三号、四号呢？一号没有人选杠龟，搞不好就是他。到底哪一位是我们的女祭统呢？现场倒数计时 ，Final Countdown， 5 seconds。女当机，请开门。结果是二号啊！你猜对了吗？二号许湘梅就是我们真的女祭统哦，这就是她工作的情况耶。哎呦，你做当医做多久啊？做十几年啊。十几年啊，你是真正是文家的对啊？我是文家，我是观世音菩萨甲济公师傅。济公师傅也有。两个拢会，因为我会讲嘛。好我个电话讲的。你本身是住持啦，所以他这个观正慈济公。慈济公就是由这个观世音菩萨或者由这个济公活佛啊，他会上到他的身来。一般人拢来问啥物代志较济？可能无跋筊的尔，村里拢总有。刚讲的是真的哦。啊，有上界奇怪的来问啥物代志的无？上奇怪是啥？有人安怎你知道？医生看袂好。好。啊，药也食袂行。嘿，啊来。伊个啊，都好去啊，隔天讲都好，唔免几工哦。安尼啊。这块呢，有时候我们是止步于怪力乱神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很多的民间疗法，人讲哦，这病到某一个程度啊，连医生也医不好的时候，就要靠他们啦。绝大多数是心理因素，好吧？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强调他们这个医病的功能，请大家用心灵去领会一下。那今天冠军已经出来了，就是我们李明义同学。奖金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的朋友，我们下周同时继续回到我们超级东西君，就耶！超级东西君神秘大奖送给你，猜猜看谁是碗面师傅？来信请寄台北邮政26-1517号信箱，神秘大奖等你来拿哦！现场观众也有奖品，有高级省电热水器。高级洗饼礼盒以及绒毛娃娃清洁喷雾剂哦。让人羡慕要爬多高，他们说完成这样的梦值得骄傲，但现在的我却不知道飞在不变的这片蓝天好不好，像落单的后